们大家好，我是欣荣，身旁这位就是我们爱 BB 的参赛者哦。他参赛的照片是那个穿着很像古装皇帝衣服哦，今天他穿了一个时装衣服，看来他好像有点老改哦。来，您是他的谁？我是他爸爸。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吧。我是他爸爸。叫什么名？我姓林，林思杰。他呢？林家勋。他好像现在开始有一点点不耐烦哦，还要吃麦了哦，吃麦啊，因为我们就讨论他，让他去玩吧。OK， 平时你讲说他玩一些小孩子玩的游戏是什么游戏呢？音乐吧，他很喜欢玩那些音乐。可是打鼓，他哥哥喜欢打鼓，他也很喜欢拿这两只柴这样子打来打去。这么小就喜欢啊？对。OK， 他能演奏出一些什么声音出来吗？还好了，他的 rhythm 还是蛮 OK 的。来，你本身家人是有玩音乐的吗？我本身没有，可是我孩子有打，我大孩子有打鼓。几岁？九岁，现在是 grade 2。在家里打鼓？对，有学了，有上。你家里是住在哪里可以打鼓的？因为现在有 electronic drum， 所以就是没有声音的。声音，我在想，哇，家里打鼓那个左音右色不是开始他们也打鼓了？原来是 electric drum。对， okay， 所以他声量可以控制。对对，他会打了。可以拿出这样模仿了，对，他看他哥哥打他也跟着一样。为什么会对你的大儿子学打鼓呢？他应该是看些电影，看到那些戏他们很喜欢打鼓，他就有这个兴趣吧。一个打鼓应该一个来弹 electric guitar 的，希望就放在一个 team 了。希望未来的看哪一个 team 啊，可能今天就栽培出来了。对，他会哼一些歌曲吗？他现在刚刚学讲话，所以比较多那些的声音嘛。那你认为他最喜爱些什么？他我小的，最喜欢就是逛街。他会听话说你家做一些动作，他会跟着你的指示吗？比方说你家下。对，假如是要逛街，他什么都会做。OK， 我们再把他带入镜头，来，宝宝过来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叮当。你对小叮当没有兴趣，他对吕布口罩比较有兴趣耶。跟观众朋友们说 hello， 讲拜拜，讲拜拜，讲拜拜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拜拜。